我在喊嘛。大声点，你没吃饭吗？刚刚虎咧咧的时候我看你挺有劲儿的，大声一些，你就这样。我在喊嘛。四个方向每个方位。我在喊嘛。对对，就这样，四个方位每个方位大喊一声，我是癞蛤蟆，说。我在喊嘛。对对。我在喊嘛。我在喊嘛。我在喊嘛。我不是，我是小金刚。你再接着说，那什么？把那个拿下。我叫小金刚。把那个板凳拿下。可以了吗？我接下来要打你那个嘴，接下来。我是小金刚，我不是海蓝吗？你让我们先看看。我是小宝贝。你让我们先看你那个嘴，你离近一些，这样嘟起来。好。滚一边。再接着，好。你要盯我，不要吻我。把你那个嘴放到板凳上面，给我这样去蹭。到屏幕外面去，去好，那啥不红肿的话，你别想滚刀，以为在屏幕外面我们就看不到什么情况了，啊，不带红肿的话，我跟你说，那就算滚刀，给我胡，不对，给我拿，我让你在这胡咧咧。嗯，你不是我宝贝吗？你要么想干嘛？是不是？嗯，还有一个，我不要被嘴巴那个搞伤。嗯，你再就是去蹭板凳，好不好？蹭板凳。不好不好，蹭板凳。嗯，哎呦，好痛哦，宝宝。你管你痛不痛？你虎咧咧的时候怎么不说痛啊？去说。嗯，你睡一下，宝宝，好不好？睡一下。你睡一下，我痛。你是不是想滚刀？我管你痛不痛？你虎咧咧的时候咋不痛呢？赶紧去，在旁边。哎呦，你老是浪费时间啊。我在搓嘛。你搓，不带红肿的话都滚刀，都算滚刀。怎么可能啊，我红肿。你做我媳妇好不好？你想多了，我马上赶紧去蹭，你都不蹭你老滚刀。离远一点，不要露屏幕里。你不要露屏幕里。哎呦，肿了！你看一下，你这肿了，看不到。没有肿，接着蹭，接着蹭，没有肿。哎呦！哥姐们，你们不要说我心狠，每次这样打也，每次这样也打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要装正一下嘛，宝贝，宝宝，我也肿起来呀。不行，那你就你看一下，那你就趴到地上，然后这样蹭两下就可以了。反方向这样趴着地上，这样蹭两下就可以了。地板很脏的。我管你，你胡咧咧的时候咋不说呢？就这事儿了。我靠！再打一局。那先我，你先做完这个惩罚。我也怎么给做到位啊 ，baby？ 你那没做到位啊？那你去蹭啊！你胡咧咧的时候你怎么不说？哥姐们，你不要说我心狠。我不这样做的话，他看一下，我尾巴都肿起来了，你看不到吗？你离远一点，我看一下。老婆，你看一下，不是肿起来吗？那没有、啊。眼睛看不到吗？跟刚刚一样啊，哪肿啊？牙也刚刚一样，刚刚我是。哎呀！我这样搞清楚没有？就这样吧。再打一局。为什么要？我不服。你怕？你们不要说我心狠。我要不把他给打服的话，他老是那个嘴胡咧咧，对不对？我只能打他那个嘴。你们不要说我心狠。干什么？你找我打什么？结婚的。我不跟你打结婚的。上婚纱。给我说个视频。那是之前你说的，我现在回老家了，穿不了。你爱干个，你干个标签，明年干一个礼拜，翔哥师傅，
吃饱了，朋友。我怎么发表情？干一个礼拜。哦，就是后面拉个横幅是吗？不是，那个直播不是个小标签吗？我不整那个，我不整那个。后面干横幅也可以，翔哥是晚安朋友。但你这要再说怎么办？你非要给我打？你给我拜堂，后面干翔哥是晚安朋友。那你就两个惩罚了，都不对等了。那个，不是，你还两个什么拜堂和这个一样的？跟着后面强哥是我男朋友，是我那个我喜欢他，那你就是两个惩罚了呀。啊，一个惩罚，后面放羊妹改名字好不好？我不改名字，你怎么名字后面改了放羊妹？那个强哥是我喜那个男朋友，听不懂你说什么。我说了不写名字，我都改名字，你名字后面过个号，那个翔哥是晚安朋友。老鼠，一个礼拜可以吗？哎呦，小张，就把后面拉个横幅，是不是？啊、谢谢 Siri， 是不是后面拉个横幅？后改名字可以吗？括号打个什么？你让我怎么写吗？翔哥是晚安朋友。你让我怎么写？你说啊。嗯，你们这不是放羊卖小张吗？括号强哥是我男朋友，在这写是不是？不是，你们那个改名字。改名字，我知道改名字。给我拜堂。我说在哪写？我说是在墙后面还是在哪？在一个那个名字后面加。我说了呀，我的大哥，我说了我不改我的标签呢，我说。我不改我的名字，我说你让我写后面可以，我都说了，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啊？抖音名字，我说了我不改抖音名字，哎呦，我都说了好多次了。门福，来我拜堂，我都说了好多次了，拜堂门福好不好？强子，你这样谁跟你绝配啊？你这样，哎呦啊，你看我估计你结婚的时候跟老婆熟，后面写也可以。可以，看个横幅也可以。我都觉得你结婚跟你可以当天晚上跟你老婆，跟你老婆横幅也可以，跟你老婆是跟你老婆数份子钱都数不明白，懂吗，强子？你不是我老婆吗？你不是我宝贝吗？气死我了，好不好？就这似的，我跟你很配啊，我跟你哪里配了？啊，你是。可以、啊、可以不不要说这么多，到底是什么惩罚？我到现在都没有整明白。拜堂干横幅是在后面上，是在这里是不是？对，门福拜堂。哦，是在这整明白了，是不是在这？对对对，一个你的房间也可以，一个那你输了呢？那你要是再输了怎么办？你非要再给我打一把？你说嘛？你也没有什么可打的。我送侧挡可以吗？你旁边有什么让我看看？现在我有你男哥哥。旁边一个。怎么我数得明白就可以？我跟他又不是两口子。摩的。没啥东西。没什么东西。你打他什么呀？他非要再跟我玩一局，那你没有什么可打的，嘴也被我给打肿了。就拜个堂，拜堂还有后面，你其他怎么打？有什么可打的呀？就一个摩托。我寄过来好不好？把我寄过来。哎，你说跟你摩托拜堂吧，跟摩托拜堂。给我拜堂啊，可以。我说你单独，我说你跟摩托，跟你那辆摩托拜堂。还在亲几口的波波声，还带几声波波声的，说摩托跟摩托表白，啊，你说我又练，可以，我这辈子我就娶不上老婆，我说你说摩托，你跟我在一起吧，就这样表白，连拜堂带表白的，可以，没问题，你说给我拜堂，你也两个惩罚，个人服，你说就跟那个摩托，第一个拜堂是一个惩罚，第二个表白，行吗？可以，没问题，就这个，
兵吗？嗯，是他非要再跟我在一起的，让他跟魔头拜堂吗？说半天都说不明白，对不对？就算强子，你跟他说不明白，他结婚当天晚上数份子钱，我跟你说他都数不明白，跟我配吗？跟我一点都不配啊，哥哥姐们。谢谢建勇哎，哎呀，他不是我男人，他不是哥姐们，是你们看到，是他非要再跟我打一把的，我不是我找他，他又找我。喜欢小昭哥姐们，喜欢铁哥免费的关注吧，他们家刷的也不多，先给他打过去吧。谁跟他是两口子？我超跟他不是两口子。完犊子，又跟我跟他不拜堂，我俩就很不配啊！他非要让我给他拜堂，气死我！咱们先破个百吧。我跟他不拜堂，你们不要老是这样去带节奏。直播间有没有心疼我的？我直播间有没有隔壁老王的？我直播间里有没有隔壁老王？为小张送个千纸鹤啥的？气死我了！有人救救我！有人救救我啊！什么为了小昭的婚姻大事，让我说一次，不要这样去说啊！我跟他一点都不配，有没有心？有直播间有没有隔壁老王？心疼我一把，哥姐们，我跟他一点都不配啊，是不是啊？我跟他哪里配了？老是这样去说，他们家上的也不是很多，哥姐们，直播间有没有隐藏大哥？救我一把，救我一把的有没有？还有2分20秒，还有2分20秒钟，谢谢用户。咱们有没有千纸鹤？这把太惨了吧！这太惨了吧！这把也太惨了吧！对面高兴疯了，哎呦，不要让我跟他拜堂，早知道不跟他说。我跟他不配，谢谢力哥，感谢我力哥。直播间有没有其他隐藏大哥？谢谢力哥，感谢我力哥。还有最后1分40秒钟，有没有老王给小昭搭把手的哥姐们？谢谢送啤酒的大哥。还有1分30秒钟，直播间里有没有隐藏大哥？给小昭点个免费的关注，送个心点赞。还有1分30秒，有没有千纸鹤啥墨镜的直接上哥姐们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强子过年了，你们不要这样呀！我跟他一点都不配，对不对？还有最后1分钟，我的妈呀！我。我跟他一点都不配，有没有救我一把的哥姐们？有没有救我一把？我跟他一点都不配，你们，我跟他拜堂没有什么好看的，哥姐们。还有最后40秒，谢墨镜，还有最后30秒，还有最后30秒，有没有大哥？有没有隔壁老王为小昭手拨茶？我不能让强子得逞，哥姐们，不能让他得逞。还有最后20秒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啊！救命啊！我的老天爷！还有10秒钟，哈哈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我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！
去。可以了，他胜了。我去，我去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长得要气死了。谢我力哥，力哥破费了，力哥。估计要气死了，感谢感谢回忆，谢墨镜。哥，感谢我，我爱哥。拜堂。最美的梦啊！就差那么一点点，气不气？不气。你买的这么媳妇？谁是你媳妇啊？再来胡咧咧，就你去跟那个摩托拜堂、说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你辈子都娶不你娶不上老婆。我跟你说，呀，跟摩托拜堂。不是我，我赢了吗？我赢了，你是不是飘了？我赢了。我比你多呀。哎，在你今天，我以为我赢了嘛？是我赢了呀！力哥就是老。哎呀，不是我赢了吗？我赢了呀！对面的大哥，我那个上票，我赢了吧？我是哎呀，数你都数不好，两个数你都数不好吗？我赢了。真没用啊！没事没事。是我赢了，我以为我赢了。你不会看数吗？这点都数不好，你就适合单身。跟你说，就算你结婚，一点份子钱好不好？一点份子钱你都要跟摩托拜拜堂，赶紧去跟摩托拜堂。哇，差一点点啊！你大哥不要上票不好吗？上一点，让我们跟着我们两个嘛，赶紧过去，赶紧去。跟你那辆摩托拜堂、你说我一辈子都娶不上老婆、只能娶你，说。就是这样。拜，你拜。你要念出来，一拜高堂什么之类的，你要念出来。大天地。哎，都来看，抢着跟摩托拜堂啊！都来看，高堂。都来抢啊！夫妻对拜。对拜，赶紧对拜！哎，对拜跟摩托要头对头的拜，你站到那块。哎对哎哎对吧，不跟摩托头对头了。还有吗？摩托跟摩托头对头的去拜。我一定喜欢你，跟他头对头的去拜。可以啊嘛，我对着不拜嘛。你没有头对头，你是斜着的。你把屏幕转到那里，我们就要看你夫妻对拜，我们就要看夫妻对拜，你赶紧去。你看我屁股啊。赶紧去！哎，对对对，哎，这样才算夫妻对，说夫妻对拜，都来看，抢着跟摩托拜堂了，娶不上老婆，跟摩托拜堂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跟他表白吧。可以吗？兄弟们洞房。跟他表白吧。那个摩的，我永远会，哎，不会让你抛弃你的，好好。表白吧。好，好养你。再啵啵两声，刚可以吗？要啵啵两声。你说我爱你，你说我娶不上老婆，不只能跟你拜堂了。你说我娶不上老婆，我爱你，我娶不上老婆，摩的，我起早招，我后面再个小招。你去打两个波波，跟摩托打两个波波。刚刚说好的要亲两个波波的，你赶紧去。哎。亲亲你媳妇儿吧，赶紧亲亲你媳妇儿，再播两声。可以了。滚，一边去，你再这样，滚蛋，你个大嘴。服不服？服不服？不服。你不服也要服，说我这话的啥也不是，跟你说，退下吧。退下吧。踩死掉，退下。是他非要跟我玩的，我说不打了，我说第二把不打了，他非要找我玩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非要这样的，我才这样去说他的。谢谢油腻男，咱们给我保三一点点。
快下播了。怎么老是这样去说呢？其他话就不会了，你天天的只会这样去说说说。你们不要再这样去说了，好不好？是他找的我，怎么看得出来我喜欢他？给我都不带要的。为什么说我喜欢他呢？一天天，你们不要这样去说。喜欢小昭哥姐们，给小昭也点个免费的关注。我要下播了，我看到他就笑，是他那样去说我的，好不好？我跟他笑什么？谢谢油腻男，谢谢油腻男哥哥。这么快？再播会儿，都1点半了，力哥、周娟，你们早点睡吧。力哥，力哥、周娟，你们睡吧。那再烧2盒柴火。你们怎么老是这样去说呢？老是这样说七的八的，一天。喜欢小昭哥姐们，给小昭点个免费，真穷，对不对？那家里穷有什么办法呀？我也不想穷啊。那总有人，小昭是强哥的，我可不是他的。驻马店冷吗？还好啊。今天很冷啊，你听风声，我们广东很热啊哈。不要再叫我黑驴了，老子这事儿去说干什么嘞？我在教他一些事，我可没有干什么干什么。你还不睡觉啊，宝贝？我睡不睡觉关你什么事？我毕竟也要2点多之前睡觉。你干什么？每天没有熬夜。我几点睡觉你也管？我也考你几点钟睡觉。我不想你熬夜，你管我熬夜对皮肤不好，又不是 你不知道吗？你管小女孩还干什么？宝贝，你是我未来的媳妇，未来的老婆，啊、我也管你。谁是你未来的媳妇？你啊！你还这小子是不是强的？还找我连麦，还找我干什么？就为了说这句话吗？嗯？你想干嘛？你想是不是烧伤了？给我睡一下。是睡？呸！是吹一下是不是？话都说不明白。睡一下。你说话，你能慢点说吗？来，给我们再来个自我介绍，你慢一点。刚才人多两千多人，大家好，现在多人了，你慢一点说。我是翔哥。啊啊。我是江西。啊，江西。是翔哥。啊。对。我。啊，你。我是小超的男朋友。你是小超的男朋友啊？小超。小昭，你不是朱一平是不是？好多人说你是朱一平，一平和我的名字刚刚好，我叫志祥。丽婷，丽婷，丽婷是谁啊？一平，原来平平好不好？平平。嗯，家里几口人？平平很好。先说自我介绍。好，亲爱的平平，我是强哥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。还是江西男，是平民的男朋友，现在在跟平民连。这是我家。你家还挺不错的，平平。